但是我是平埔族的，吼、哦。我拢介绍讲，我是住伫水边的番呐。哦，你看我这诶，住伫水边的番。啊、哦，因为阮的祖先拢较爱住伫河边、溪边，要洗身躯较方便，吼、哦，要洗物件较方便。好，那么今仔真欢喜吼，啊，咱大家踮一只斗阵来。明白咱台湾的前途，吼、哦！啊，咱是用法律咧讲，唔是咧讲感情，吼、哦！咱这是有根据，吼、哦！唔是凊彩讲讲的，唔是干那咧讲欢喜的呢，吼、哦！那么我就依照我今仔所做的这个简报系统来做简报。那么是安怎咱这个标题会写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有遮看个，你就知影讲，咱台湾地位无正常，吼、哦。啊，所以咱就爱来了解台湾的现状，啊，来想讲要用什么方法，让咱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吼、哦。因为咱伫1950年6月25日汉奸爆发迄天开始，过两天尔。杜鲁门总统，美国总统，就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哦，一直到即马拢还袂定落来，哦，啊，所以咱来了解一下。啊，那么是安怎？咱来请咱过去介绍中心来鼓舞大家来遮上课，就是要来遮，甲咱国民党69年来用教育方式。用电视媒体报纸安尼，甲咱洗脑，甲咱下伫头壳内底作一毒素，作一粪扫，咱来遮爱甲清出去，吼、哦。那么，但是唔是讲来遮三工两暝，吼、哦、啊，佮国语班拢总6工4暝，安尼就洗会清去。你一定爱买一本新台湾，我有看有几个学员有买吼，一、哦、本。那我个人，我建议讲，所有的台湾人应该爱读3本册上基本的。啊，我这是我个人的推荐啦哈。这本其中之一，这本阮号称讲台湾国际地位的圣经。台湾的作者问题，你会当未来底找到答案哈、啊。那么第二本就是这个美国人。在台湾做迄阵的美国驻台湾的这个副领事，叫做乔治科尔。就最近有一个学生囡仔，18岁尔，三册去卖研究迄个人，迄本册叫做《被出卖的台湾》。哦，迄本建议大家呢一定爱买来看。那么另外一本，我就建议讲。有一本全世界最畅销的，吼、哦，这个发行量上多的册，叫做《圣经》哦，新旧约圣经。啊，当然，阁有一本册呢，迄不建议啦，但是伊的销售量吼、哦，发行量也真高，就是较早毛泽东的毛语录，但即马无人要看，迄是封建的国家专制吼的国家，啊，所以我建议头拄啊迄三本吼。哦新台湾论，哦，啊，加乔治克尔所出的一本《被出卖的台湾》，哈、哦，这两本你一定爱买，哈、哦，啊，圣经一般你那伫教会人拢会送，哈、哦 okay ，好，咱就来看，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变化，咱做一个简单的小概，哈、哦，那么等下即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中午休困，哈、哦，啊，你若有需要去洗手间，啊、哦，你就点点啊去，哈、哦。来，拄仔咱秘书长有讲，自1895年，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哦，就是因中国人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出得台湾甲平湖，啊、哦，这是上简单，啊、哦，解说哈。过、哦、来，1952年，日本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哦，他拄仔秘书长有讲过哈、哦，但是。台湾澎湖的主权还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吼、哦，是日本政府敢若放弃管辖治理权，
那么这个管辖治理权，咱啊以一般民间的土地来讲，比如你有一家地，啊，一年你要租十万，啊，我来给你租，租五栋。咱拍契约，好，迄天开始，啊，我把钱交你了，合约生效。从迄天开始，你等于你这五年，你放弃你的迄块土地地上的管辖治理权，你租给我。啊！我潘良华要住顶馆，要种什么物件？要种什么作物？金蕉、荔枝，哦，石刻，往来拢在我种，哦，你袂使甲我管。但是五年到满，你若不爱租我，哦，你就收回管辖治理权。好、哦，啊，我咧租这五年当中，迄块土地所有权证还佫你诶，好、哦，所以就咧讲，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之中。咱租用呢，你无过户、无变更所有权人的名嘛，吼、哦，同款。进，那讲实在，其实这就是日本因为伊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吼、哦，伊奇袭珍珠港，迄个美国的军舰，吼、哦，刚轰沉，忽然间甲拍载落来，美军刚拍死，这叫做战争债，这战争债你也行啊。哦，你刚发生人的生命甲财产的损失嘛？哦，就敢若讲，咱若无涉及发生汽车的车祸，哦，咱若为后壁刚弄，你刚弄歹迄台车，啊，若唔拄好弄较大个，内底人刚弄死，咱爱敢赔无？爱嘛，同款啊。迄是意外，都爱赔啊。何况讲你这是有意你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在日本还没把这条战争债行以前，台湾跟澎湖被美国掌握主权，那个美国定掉了、哦、被美国所握有，但是不是拥有、哦、OK 好，再来，那么目前台湾澎湖还在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哦、现在依照台湾关系法、啊、这是怎样走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美国的参众议院赶紧订一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哦，委由台湾治理当局的较早中华民国代理咧甲咱管。所以头拄啊，比如你讲，若接到你的囡仔，若接到兵单，嘛是爱去做。咱即马咧甲咱管的，是美国派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咧甲咱管。我现在讲台湾猪问题，台湾就是1945年九月初二，哈，麦克阿瑟将军委派蒋介石的部队来代替美军占领台湾甲澎湖了。从迄阵开始，哦，台湾的问题足侪，啊，所以我唔爱出这个台湾猪问题，好来跟大家来讨论来了解。了解台湾真有偌济问题，啊，偌济台湾人唔知影，要讲予大家知影。那么，我细汉吼，家境无好，所以阮个师大人伫阮个厝边，我若起一个猪条咧饲猪，啊，我啊个鸭条，生两鸭，吼，我伫个那等，嘿，我透早起来第一日就爱先去看生两鸭有生无，若有生。捡一粒仔去，你要阮妈妈煎两，互我炸便当。啊，若无了，就敢若剩菜脯、咸鱼、豆腐啊。啊，迄阵时阵，咱的生活遐困苦，就是1949年吼，国民党蒋介石为中国遐哦引进足多猪来，互咱饲啦。咱较早，我做囡仔阵，阮看妈妈因咧饲猪200公。迄猪就爱，然后7个月就会当掠来抬，吼，也是掠去卖。啊，迄阵我足需要靠遮猪，若卖猪，我较有钱通去注册呢，吼。啊，咱200公下就会当掠来卖掠来抬。1949年，蒋介石国共撤退，为迄边引进，吼，甲变200万只猪予阮饲，饲到即马69年啊，卖太定。
讲中国猪嘛吼，所以台湾有足多猪的问题，对吧？好，咱继续来看。首先，台湾的问题出在对，咱家己啥拢唔知啊，到底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咱是有定有咧，特别咧，跟咱的朋友咧开讲，讲啊讲，啊，咱中国人安怎安怎？讲咱是中国人，我有够衰啊！咱来变当时变中国人，啊！你讲唔是奇怪？咱搁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哦！你讲唔是？啊！所以台湾头家人、台湾人会，啊，无就改讲，啊，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变安尼啦。哦，所以咱足要紧的，咱来先知影咱到底是啥，啊，无你会认错做老爸哦，吼！真足侪台湾人认错做老爸，家己的亲情伫二二八事件，吼，家己迄个一挂阿伯阿姆因吼用台语，去中国人台语，啊，你即马咧讲咱拢是中国人，吼，啊，选票阁拢会选落中国人，吼。首先，咱先分台湾，咱是到底啥物款的族群，好来，这条线，伊西这个。浅绿色、浅黄色，这个哈，叫做平埔族。啊，东平这个，我头拄啊地图有讲，一半胖见哈。这个土黄色的这个，就是高沙原住民哈。啊，那么高沙原住民，中华民国政府有承认的有14族，啊，伫两个月前佫加两族出来哈。那么咱来看，到底西部这些。介少人咧讲，一般拢较早拢讲九族文化村有无？山地有九族，吼。啊，其实西部平原，诶，咱平埔族吼，嘛有10族咧，吼。啊，咱来看，这十族有对几个？吼，都基兰遮，后壁佫我后壁佫有较新的图了。好吧，紧，咱就先看遮，吼。这个有基兰了，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唔是凯达，歹势。克马兰族哈、啊，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哈、啊，这个就是阿扁阿咧做总统的时，甲总统府头前迄个介寿路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迄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过来桃竹苗叫道卡斯族哈，道卡斯哈。过来中部这只有较复杂哈、啊，中部苗栗啦、彰化、台中、甲南投。才有三个族伫遮咧活动吼，都有一个巴泽海族、巴寨吼，啊一个帕布拉，啊一个马木萨，吼，这三个族伫遮。那么嘉义甲云林，才有一个红安雅族吼，有人讲红雅族。那么台南地区上大族的一个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哈。那么西拉雅族伊有两个支族，一个。2009年莫拉克风灾，小林村，一村呢，迄个叫做大满族，哇，迄阵有山崩，有哦土石流，有淹米哈，迄、哦那个村五六百个人，差不多九成拢死，村差不多顶村五六十个尔哈、哦。啊，佮另外一个支族马卡道族，戈壁地区，那么我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啊，这马卡道族另外伫这张图也无出来。真少人咧讲，但是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伊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马卡道族，吼、哦，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哈、哦、平交道，哦，这纵贯铁路边啊开这条叫做马卡道路，好吧，就是咧纪念阮的平埔族这族。那么这族真少人咧讲，啊，所以我想一个办法，讲要安怎让大家记会起来，我讲你绝对记会开。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这座，好、哦，安尼你就记下啊，吼、哦，啊，火车来弄来包死的，哦，对吧？啊，讲了马英九，去讲伊的故事，马英九唔是做个 long stay 哦、啊，所以有一届伊就讲要去一个农民养猪户的农民引导 long stay， 养猪就饲猪嘛，哈、哦。有一寡鸡饲鸭，毛饲狗啊，吼。啊，那么迄个在困醒，啊，马英九就讲，
啊，主人啊，无你带阮，你行头前带阮来参观你的猪养猪的农场。啊，主人佫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啊，我较关心行你前生后壁啦，马、羊啊、狗啊，意思讲叫慢去行头前，啊，伊都赶平时赶猪啊、赶鸭、赶鸡啊、赶关子啊吼。所以拢讲一句话，讲啊，我著较管制今日精神后壁。我请你，请你行头前安尼。哦，哦啊，终于听懂了，我讲了无啥顺。啊，即马到参观了到中岛吼，啊，都主人我那准备一道竹节草的吼，都抬个抬个猪啦，啊鸡啊鸭吼，啊，迄内底有一个。炖鸡哦，炖到烂咯，啊，慢久吼，伊硬哎，红硬就鸡卡。我你看中国人都做个鸡先做个用足华丽的辞藻，哦，这个凤爪好，鸡卡就鸡卡伊就给你讲凤爪，硬一个都会劈来，啊，咁么去硬一支，讲要给主人食，啊，主任啊，这个凤爪好啊，主人用台语甲甲回答讲，不啦，总统。我无咧食鸡卡啦，我拢留互狗食啦。好安尼，OK， 安尼记个啦，马甲到处，你会记讲马英九去卡哩平交道吼，啊火车来龙岛市吼，啊即作，我咧即作个啦吼。好，那么即马较新的地图吼，这个族群的地图。来到这就出这个马卡道族啊，哈，这个有啊，哈，这较新，好，这有帕普拉啦，哈，啊，塞勒克族这个属高山啊，哈，那这边这个中央山脉，哈，这以东的拢是高山族的，哈。OK， 好，过来，其实咱台湾人85%以上拢有高山还是平埔族的血统，哈，有个 DNA。啊，但是以前咱无法度有这个验 DNA 的技术的进展，咱要安怎知影讲咱是毋是平埔族？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甲手弯开了，你才会有一粒凹的唇，哈，有个凹痕。那有的就是有的倒手，有的正手，哈。啊，另外一个分辨的方式，就是看你的脚，脚尖头啊上尾啊在哈，你若鼻唇的，好嘛是。迄个呐，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就是你的轮廓，哈、哦，尤其你的肤色，哈，像我这色的啦，哈、哦，这红了超过达色的，红超过十分色变十一分色的这啦，超过达色的，哈、哦，这个呐属平埔族的，哈、哦，啊，过来轮廓较深也是，啊，过来有一句话，哈、哦。嫁娶喜事，无久坐大位，有无？捌听过？恁若还阁有这个习俗的，恁就是平埔族的。另外就是讲，妇人人怀孕生囝了做月来，爱食麻油鸡酒的，迄个那是，哎，恁的族群一定就是那属平埔族的族群啊。好，啊，过来，先头拄啊讲，无久坐大位，无久就是妈妈的。兄哥还是小弟，哈、哦。那么，现在在爱安尼，迄就是讲，较早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妈妈上大，哈、哦。妈妈呢掌握整个家庭的经济大权，哈、哦。所以，妈妈这边那咧办什么喜事，伊个哥哥还是小弟，哈、哦，爱请伊来坐大位，哈、哦。过来，咱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原因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伊个第十条所规定的哈。咱来看伊个内容哈。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及配偶。所以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
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的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以及征收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裔。哦，太奇怪！假如写一个台湾澎湖，来到这搁一个台湾澎湖，来到这搁一个即前属台湾澎湖，啊，奇怪，怎来写呢？总共一句来，简单讲。我们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你会记马英九捌讲，以前做台北市长，甲遐高沙原住民讲：“我要把你们当人看，我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把你们当人看。”其实伊心内想讲，你都唔是人，我甲你当作人看待。啊，那么咱都唔是中国国民，中华民国国民，咱被视为，吼，其实他唔是，只是。为了统治的方便，为了管理的方便，把咱暂时把纳入中华民国国民发身份证给咱，安尼，为了要好管理，哈。啊，其实咱唔是，无因奈得佫只讲一个台湾澎湖，啊，只佫讲一个台湾澎湖，佫即前属台湾澎湖，就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哦，因较早住伫遮嘛，佮伊生落来咱的后代，包括我。哦，伊所生传落来，啊，你有想一个介奇怪的代志无？诶，我的爸爸妈妈都日本国籍的日本人，生到我变中国人，还较奇怪。哦，你若想美国人娶美国人生落来，囝一定是美国人嘛？哦，法国人娶法国人的女孩子生落来，囝一定法国人。佮狗啊，拍狗无？生了嘛，变高囝，啊，那也变低啊，变正哩，哦，这讲袂通啦吼。你笑笑到出来，我莫有带内底内伤哦。有个人笑点较低吼，笑较大声无要紧，莫有嘞，迄有伤艰苦。哦，安尼知影啦吼。好 ，OK， 好来。啊，咱摕着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了，吼，恁等于咱也摕着中华民国国籍，吼，好。啊，那么是安那，咱2006年10月24日，咱的秘书长带228，吼，228事件这个228，去告美国，哦，这天大地大呢，告到地方法院，地方法院甲咱收件了，佮甲咱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嗯，奇怪是安那，咱来无国籍，哦，咱来。探讨原因是安那，美国会甲咱判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1952年年初，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先后进行，日本的法律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好，咱日本国籍无去啊，啊，咱过去哦，头拄仔讲的，伫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拍个灯啊，好，1952年的日华台北会，这就是先啊，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生效迄一天，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在台北签，所以叫做台北合约。哈，啊，在旧金山签迄个叫做旧金山合约。哈，都要等于这个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开始签哦，开始签台北合约。哈，啊，但你都要看这。在旧金山合约还未生效前，咱就去日本的法院，甲咱取消咱日本国的国籍。来，啊来到这，1972年，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啊去跟阿强啊建交。啊，即马头拄啊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日本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啊，伫这，吼，咱跟。迄个咱的日本母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咱也已经唔是变中华民国的人啊，已经无承认迄个台北合约，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所以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咱无国籍，好，好。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对，要安怎恢复？咱的潜在国籍就是日本国籍啦。那边的会务，就是爱依照迄个琉球返还模式啊。琉球1945年
四月初，迄个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迄个海军总司令哈，伊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打琉球，差不多过个月哦，不到两个月就把琉球占领了。了，琉球人，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啊，因为有成立琉球民政府，一直来到1969年。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讲，那么我爱赔你偌济钱，哦，就战争债啦吼。你可要甲琉球还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哦，迄阵1969年，日本已经复兴啦吼，恢复建设，啊，因个工商业拢发展了真好，赚开始有赚钱，所以伊甲这3亿2000万美金交了。因准签的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把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哈，另外，伊战争在还了，就一定签一个返还协定。所以，咱台湾将来嘛是爱要求咱的母国去跟美国参详，看爱赔偌济钱的战争债，啊来签台湾返还协定。啊，你琉球人。迄个占领是等于是日本的境外，所以琉球人迄阵若要等于日本的迄四个大岛，啊，是要去东京读册，拢来向美国的美军哦，琉球民政府来申请旅行证件，哈，啊，才能离开琉球。啊，所以啊，当然迄阵。头拄讲，1972年5月15日回归日本，就是讲，因琉球人阁重新恢复日本国的国籍哈。啊，咱呐依照迄个琉球模式，咱来创一个台湾返还模式，将来咱等于日本了，自然咱就阁恢复日本国籍哈。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伫欧美先进的国家。因用的拢学做属地主义，所谓属地主义，只要你是好，比如美国，你伫美国的国土内底，囡仔，这富人人把囡仔生落来，这个囡仔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啊是伫美国的富人基顶生落来会使，美国的专家顶元所生落来，拢会当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安尼有啥物好处？就是你这个囡仔。大汉了，你自然会爱这个土地，爱这个国家的土地。你袂去甲破坏，袂去生产一寡有毒的吼，诶，化学的有毒的物件来破坏这个环境。吼，这属地主义有这个好处。那么东方受了汉人的血统诶，大部分拢属人主义，就是拢父权思想。这个爸爸无论伊衰到底，所生落来囝，拢讲因较早爸爸。故乡的遐人，所以华像那种华人，人会排华，就是为大清开始有华工，啊，比如迄阵的美国的西部咧建设大西部，咧做铁路、做公路网，哦，做基础建设，啊，欠工人，哦，迄阵已经无咧，较无得找工人，所以为福建、广东，迄阵聘请一挂华工，哈，啊，伊到遐。啊！这工事做完，嘛无钱通转去，啊，拢伫遐，准阁继续算非法移民安尼共款。啊，所以因遐华人拢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唐人街有无 ？China Town。啊，所谓这个 China Town， 就是迄个地区、迄个都市上落后、治安上歹、上太高的所在，啊，上自私的所在，因为中国人。拢家己管道好的话，外口歹别人道的代志，至少门前雪。啊，伊若伫当地有赚到钱，伊也袂回馈乡迄个所在。伊讲要钱要寄转去因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拢是这个思想。所以无融入当地，家己华人家己一个社区，啊，帮派拢伫遐咧为着利益咧内斗，啊，所以治安作歹，啊，所以。旧金山排华，啊，迄阵哦，郑和下西洋抓起遐中国人哈，迄阵叫做明朝哈，明朝的人留落来遐人，
嘛是拢自成一个团体，所以印尼嘛排华，马来西亚嘛排华，就是、中国人较主输，袂像讲像即马美国人，你看，遐个像比尔盖茨，还是迄个巴菲特，哦，因有赚做侪钱，但是因的钱大部分拢要捐出去，要回馈社会哈。过来，咱来检讨咱的台湾人的血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咱常听到这句，哎，听来对呢。因为较早，台清甲郑成功哦拍败了，哦，伊有发布一个禁海令，哦，就是海禁，所有的台清遐人，若无台清的派令，袂使来台湾。哦，比如讲你又派来遮做官，但你若来遮做官，嘛，你敢那担心一个来啊，带你一挂迄迄个兵来呢？未使把你的某囝带来，未使。等于某囝底下伫台清那边，吼、哦，啊，你过来，伊足惊讲你规个拢带出来，啊，你含当地的原住民、平埔族合作伙，啊，若要搁反清复明，啊，就搁麻烦啊。所以伊禁海令禁的就讲，你无派令拢未使过来台湾的，对吧？所以迄阵会走来台湾的拢什么款人？一定是作奸犯科，啊无得欠人花钱无拿袂，吼、哦，杀人放火、官府买掠的这款的，吼、哦，好。啊，你看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因为无咧带女孩子过来嘛，啊嘛足少女孩子讲要走过来，因为台清迄阵拢缠足无，脚拢白甲剩三寸金链免哪走。都袂过来嘛？啊！你要过来台湾海峡这个乌水沟，迄阵船啊细只，啊风浪一个较大，规只船变去吼。所以会当来台湾的登山讲嘛足少个吼。啊，当然登山嘛，搁较免讲，等于零吼，几乎等于零。但是我咧想，有登敢若有登山讲，啊台湾的无登山嘛，表示伊这个登山讲来台湾爱带台湾的女孩子。变成台湾的阿嬷嘛，啊，咁咱台湾的阿公拢死了啊，还干那剩邓传公，无可能嘛，所以这句话有问题，吼、哦，咱过来详细来看，吼、哦，邓传公来台，十个来，六个爱死，就死伫台湾海峡啊，吼、哦，三个，吼、哦，有四个活落来，三个留落来，一个后悔，讲阿嬷无好趁食，佫一个佫等伊。但这三个敢会活？咱来搁检讨看嘛。来，咱先来看这个1875年牡丹社事件来做嘞。诶，这阵靠边，1875年就差不多日本人要来啊，正清朝末啊呢。吼、哦，1895年就换日本时代啊呢。吼、哦，清朝末，日本人因为牡丹社事件，吼、哦，啊，都因琉球的渔民哈。哦宫古岛移民，啊，因为拄着风台传染，伫迄个东海岸爬起来了。啊，即个南台湾族的哥沙族，就是讲即个是海贼，煞五个甲因五六十个台子甲剩十二个，吼、哦，啊，迄、那个即个车城边啊一个庄头叫做保利村的，吼、哦，平埔族的人，甲扶送去凤山府城，啊，甲转送转去。啊！日本政府知影这件代志了，向台清抗议，讲先啊，恁的人杀死阮琉球的渔民。台清甲回批讲，这个用白话文讲，枋山以南啊，枋寮的迄个枋山吼，枋山以南，非迄为化外之地吼，算拢反那里大个反邦之地，非我所管辖的对吧？日本政府就佫回想，啊，既然也毋是你咧管的吼，安尼我要出兵去佮讨伐。大清佫佮回批讲，伐与不伐由贵国自裁之。哦，你要佮讨伐无，恁家己决定落啊。哦，意思跟阮大清无关的。所以日本迄阵拄啊好，即个明治维新，吼、哦，已经有迄个欧洲，哦，美国嘛，欧洲的法国、佮英国、佮普鲁士、哦，德国。因为学一挂
战争的技术，加一寡新的武器，啊，要采钢弹啊，啊，你找无所在，通去练兵呢吼，啊，拄啊好无起兵，就用船啊三千个正规军就开来，啊来，看咱的牡丹社的迄个南台湾组的，伫古石门古战场就战了，结果白天拢日本军战俩，啊到暗时啊，就换南台湾组的原住民赢，先啦。虽然武器咱台湾族伊敢若一般的猎枪、单发的猎枪、弓箭、甲长矛，日本是正规军有正规的步枪、甲山炮、甲机关枪。但是暗时啊，咱的高沙足厉害，来无影去无踪，啊，一支反刀来，你骑兵就用射雕呀，吼、哦。啊，所以暗时啊，游击战拢是。高山呀，啊，所以日本兵拢日时啊，啪啪啪，把迄个啪到迄个砖头，放火烧掉，赶紧伫天下边乌进来，爱撤退佫出来，剩下出来伊个营部，啊，到遐变拉锯战，啊，但是到尾安那，日本军真正烧尽死个吼，差不多五六十个尔，但是破兵死偌济，五六百个，啥物原因？因为日本人。因寒带作战，吼、哦，无帮无好心。我、哦、来到南台湾，但是迄个恒春那个所在算热带雨林地区呢，不止连咪西北雨，连咪出大日头，啊，蠓虫作侪，敢那蠓啊叮着着登革热，啊，登革热迄阵无药啊，吼，啊那交叉感染，出血性登革热就出来，啊，好心沾来沾去。物件许沾过，拢内底拢生虫，拢有菌，食拢漏屎，水也漏，水土不漏屎脱水就死啊！所以伫遐拍袂赢，还佫死遐济吼。哦，日本佫有军医哦，有水对的军医，就是遮严重。啊，你佮想头拄仔你讲的唐山讲，即三个留落来，迄拢无抗体来到遮，敢会活？上加我也剩一个有活落来。而且，头拄我讲的，咱迄阵的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妈妈上大，掌握大权。迄阵你会记，咱真要常听讲，招翁有无？较早吼，较早讲招翁，无人咧招某吼，拢咧招翁。啊，咱捌听一句话讲，牵手有无？咱较早我迄阵就是讲，哦，牵手是查甫去牵女孩子的手，即摆咱。做者查甫拢介绍，啊，即款牵呢，即款牵手。啊，是安那有即句话，其实就是母系社会。迄阵的女孩子较有权威，女孩子若看到，哎，即个查甫缘投，体格够好，牵伊的手，招伊倒来做阮翁，有无？牵手招翁，有无？是安尼呢？是女孩子主动呢？啊，招回来吼，你看讲哦，体格真好，这一定做工课，招伊回来试看卖呢，试用看卖，讲试用嘛怪怪吼。啊，反正就是，那一段时间，你若这女孩子若感觉嗯，也无影讲介敖吼，会当等这男的出门去做工课啊，把伊的家当用草席啊，还是被单、被单收收嘞，啊，等门口。这查甫回来看伊的家当房收在门口，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伊在骂咧，家己爱走，你知无？所以说女孩子是家长啦，讲个就是家长啦，唔是讲像即马中国人来了，吼、哦，汉人来了，咱变父权思想，就查甫咧做校长，较早校长是查甫的，吼、哦。所以，咱来了解哈。哦所以这当作讲来台湾吼，你会再甲想啦。有一句话吼，因只个叫做罗汉卡，当作讲其实大部分拢是罗汉卡。啥物叫做罗汉卡？就是一撮人来尔嘛，也无啥物财产啊，拢走路来啊。啊来台湾有工做工，无工做乞食。啊是安那用台清来只个人用讲是罗汉卡。就是讲，伊无厝嘛，吼、哦，暗时啊要住底，住庙宇，啊，拢庙宇拢困伫迄个壁下骹，啊，
爱别弄为十八罗汉，困伫个十八罗汉的下骹，叫做罗汉卡，去遮意思啦。啊，你讲咱的女孩子长大全的女孩子，讲会招迄个罗汉卡，牵伊的手，招伊当来做案，足困难的。高高在上的伊，找一个去遮来做案，除非迄个罗汉卡真正生了足缘投，像金城武还是？像刘德华呢，啊，老娘都有钱啦，我欠一个烟斗上呢，牵伊个手招伊当来做翁，啊个身躯洗好穿个，较水个衫裤买好穿，哦，就人模人样出来，好安尼，啊，无会，我无会讲，好，好。那么明正时期，包括大清哦，本土的台湾的阿公会崇拜，啊，这真正常。一个现在人外国较高科技的东西，咱会拢会买外国的东西，吼，啊，就讲现在人会爱买双臂的面子的车，奥迪的有无？迄进口车，从外就正常。那么明正时期，包括大清，本土台湾人会从外就是讲，冇，迄阵的咱的本土阿公冇上进心，因为大清来。包括民政的时阵来台湾，因是用闽南语哈，因为民政要起兵来打安平哈，把荷兰人赶走，伊是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伫漳州、泉州、厦门、金门招兵买马，啊，训练好为金门的廖罗湾起兵来打安平，把荷兰人赶走。啊！因迄阵的闽南的来到遮，来统治南台湾的时阵，安平时，伊的军师一个叫做陈永华，吼、哦，伊伫台南有起一个孔庙，叫做全台所学，有无？一个孔庙，第一间的伫台湾起的孔庙，伊伫啊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包括儒家思想。啊，那么你若要做，伫台湾要做官，伫民政时期要做官，你一定爱会晓，迄阵的官方语言就是闽南语。所以咱的祖先西拉雅族绝对得去学闽南语，学了你若会晓，你会当做通译，就迄个西拉雅族甲民政的人之间的通译，爱当做通译官。啊，有较好的待遇，这正常哈。啊，你看安尼，三百八十几年，闽南语一直拢伫台湾的是主要的语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三百几年拢是官方等于官方语言嘛，哈。好，那么即卖台湾人哈美、哈日、哈韩，哦，早期都见到台湾伫美国控制下，台湾人会当去美国留学。所以有一句话，来台大，去美国，去美国留学就不要回来了。哦，发现美国有够好的，自由民主，哦，佫好趁食。台湾迄阵白色恐怖，哦，言论无自由，讲话拢唔敢黑白讲，惊讲唔对就抓去关。哈、哦，过来十几年前，哦，好二十年前，日本的出产的物件大很好，卡梅拉也足好个，买。看要买尼康的、乾隆的，吼，啊，日本的、索尼的，迄个做录音机、沃克曼有无？啊，反正日本拢好啦。索尼的迄阵有迄个特立尼宏，迄个彩色电视，吼，迄阵拄好咧办1969年啊1979年，办因东京奥运会，吼，做一人为日本挂电视灯啊，啊，个一人去美日本佚佗。就爱电子歌爱关灯啊，好不？哎，就是哈日，哎，唱白也好啊，国际白，吼、哦。啊，即嘛，即六七年拢咧销韩剧，好不？销日本嘛，销韩国的现代汽车啦，啊是三星的手机，好不？啊，我、哦、哎大长今开始啊是啥物？上到迄阵哦，韩剧抢个了袂得哈，这正常。你那么清朝甲台湾人漫画。用语文吼、哦，叫咱爱学因大清的吼、哦，
因迄阵伫台湾嘛是闽南语做官方语言，啊，竖官就是讲，你若要因的语言，吼，伊竖你官，佮竖你省。我头头讲啊，我住伫水边的番，就是台清的官员来视察台湾，啊，咧问侍从官、地方官讲，啊，住即个庄头、即个部落的人拢姓啥？伊当地爸母官讲，无呢，伊拢无姓呢，啊，我竖伊姓。即个人拢爱住伫溪边，属于姓潘，所以我姓潘。啊，这潘袂歹，三点水有啊，有水下骹阁有一个田有啊，田有水田电源会发米有啊，你布置我就发米啊，吼，啊，阁一片漂漂的台湾人，我所以这姓袂歹啦吼。唔是属阮姓尔呢，连族谱嘛用属阮族谱呢。我现我按阿公迄阵做诶族谱看，讲阮是对了来讲，福建省来，啊后壁福建省啥物市、啥物县、啥物庄头拢无，啊这骗人诶！吼、哦，你包括阿扁啊啦，也是社长，定讲要去中国要去找因诶迄个根吼、哦，找因诶根，找无啦，根拢伫台湾，社长定都凯达格兰族诶嘛。阿扁啊，就是希腊族的啊，吼、哦，所以唔好去认错人，吼、哦，认警察做老爸，吼、哦，这做着拢骗人，族谱，吼、哦。那么日本时代嘛，教咱台湾人华民化，吼、哦，叫咱台湾人爱学日本语，吼、哦，教日本语，迄阵讲个做国语，较早日本语就是国语，迄阵嘛有国语家庭，哦，恁这口罩呐，拢会晓讲。日本话，伊甲你挂一个牌仔，写国语家庭，吼、哦，啊那扣税，吼、哦，会当减半，吼、哦，还是有啥物福利，吼、哦，啊，叫咱台湾人爱穿日本的服装，啊，穿目镜，我做囡仔时阵，我还有穿了目镜呢，奇奇怪怪，吼、哦，啊，包括学食沙司面，学读日本册，吼、哦，个、okay, 啊，迄方面话，啊，就是要提升咱台湾人。水准啦，爱教咱爱，迄阵日本人来咧，咱较有义务教育呢。无台青咧管人，迄搭有钱人较会当去读私塾吼。日本人来了，伊知影教育介重要，所以伫全台湾各地拢设公学校吼。公学校就是公诶吼，公家所设立诶学校，毋是私塾吼。那么，近百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咱本土台湾人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我该用原住民，啊、哦，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哦，咱不是干那住伫遮，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平埔族也好，还是高山族，啊、哦，拢是。咱来看，近百国荷兰，迄个明郑王朝打败，啊、哦，所以荷兰人，迄、那个住伫热热兰城，哦，迄个。电影讲围绕几半年，啊，因是算介厉害，因两千几个人要动民政，到尾25,000啦，吼、哦，安尼等于1:10呢，吼、哦，嘛，堪要占要几半年，伊是要围绕讲内底无粮食好食，无水好食，较导航的，吼、哦，所以荷兰人留落来真无济。那么民政王朝伫台湾20几年呢，就迄个四郎叛变，吼、哦，引清兵。你要甲拍，所以政治王朝的人嘛是拢讲，台死的台死，台不死的话，走入去较深山那来，村的掠到的俘虏拢送登去台清。到尾啊，甲郑成功因遐贵族遐大官将领的梦，的骨头嘛挖起来。啊，台湾人去甲问我，啊，这毋是入土为安啊，哪会去甲骨头挖起来？讲无咯，这咧扣风水啊。这些拢是较早台清遐走来，啊，这骨头爱捡起，装大瓮啊，爱甲送倒当因的故乡，会当保佑因的子孙。啊，这就是捡骨，就是乌家来啊。台湾人戆戆，做一步甲学起。啊，你甲想，明郑王朝这是台清的等于叛离分子，这叛将啊。一台清的官员对遐好讲，哦哦，捡起来，佮甲你火送倒去到你的故乡，甲你好。在那骨头，啊，要让恁保佑恁的子孙，搁
王阁强来，过来我搞反清复明啦，无咧拍个歹，遐乌乌起来吼，船驶到台湾海峡中央，拢甲轻轻落去啦。啊，讲台湾人讲扣骨啦，吼，讲会当保佑家己个子孙。啊，即我想到一句一个笑话，有一个土公啊吼，啊早期无啥物医学迄、那个吼，无西医啦吼。他在大清的时阵，拢靠汉医。那么，伊个伊也最终给，所以迄阵囡仔做个夭折，哦，就头头讲个，干那放下顶楼，还是老师都脱水就死呀。所以迄阵的人拢一直生生较济嘞，准备一寡要死的，哦。啊，但是迄阵啊死，啊，就请个土公啊，哎，给伊抬嘛吼。哎、啊，有一个土公都拢爱啉酒吼，啊，即嘛酒啉袂，啊，即嘛吼，哦，有讲有啥物人个囡仔死，啊，叫伊担伊带掉，你讲讲，啊，叫伊担，啊，就算担担起边，这边有一线，这边无啊，担了起几边，不止伊跋倒啊，啊，啊，无爱死哦，归队吼，伤兵担较平均较袂害，唔啊，有一工吼。伊打人个出来，惊到正常正常，但是哭甲咩咩好。我问讲，啊，你毋是讲啦，死两个打两个较好打，较平均。咁无啦，啊，即个阮祖孙来个啦，家己个都哭甲，啊，别人个死，讲他也不爱死几队个，死个一个吼，要打足歹打。来继续，过来大清迄个大日本帝国，只有战争战败吼。马关条约吼，萧关条约，所以大清帝国留伫台湾遮个官员拢爱转去，吼，包括直接做生意人拢爱转去，所以大清嘛留无偌济基因伫台湾，吼。那么大日本帝国，佫许美国拍败，吼，啊，所以1945年10月25日台湾独立了，开始遣送，吼。迄阵台湾有甲要40万的日本人的军公教人员，包括伊的眷属，拢要遣送倒去。好，所以日本人留落来钱嘛无济。所以由安尼来甲看个，就是咱台湾还阁是85%以上是原住民的血统。啊，你即马 DNA 的验解方便，哦，你只要抽血，哦，还是用你的唾液。现在用电脑在走很快的，台北有一个专家叫做林马歇医院的林玛丽医师，他专门在研究台湾人的 DNA， 你如果中北部的人可以去那裡驗，如果中南部高一他們的檢驗科這邊也有在驗，要開10万块。好，那麼日本時代台灣人的户口填本現在怎麼會用折這樣一塊一塊黑，我们来看看，好，这，啊，这就是有我们的密码在里面，啊，中华民国来了，给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世，哦，都给我们呼掉。日本人真的很用心在治理台湾，所以他来台湾了，开始为了要了解台湾人的风土民情，哦，有带多少人，这个庄头多少人，啊，这个庄头拢讲什么语言？这个庄头是属什么部族的人？对一族的，拢调查清清楚楚。吼，哦，人口偌济，啊，伊许多人是啥物人？安尼团落来，拢有做这个户口登本。大清无哈，所以这里底做乌乌就是，你呐，好，哦，可比讲头祖庙遮。啊，你的原地是道家施主的，啊，结果你道家施主的话你不要讲，你剩下要讲广东的客家语，哦，客语，伊甲你写一个广，但是歹势，你莫搞不清楚，你就是讲恁的祖先广东来，唔是哈，你是忘记自己祖先的，哦，道家施主语，剩下要讲广东的客家语。安尼伊甲你写一个广，你毋是客家籍哦。
那么你呢？要个也要讲，伊要个也要讲道卡斯族的语言，伊会甲你写一个熟，熟番的熟。但是你呢？头拄仔咧讲的讲高沙原住民，你呢？要个也要讲高沙的语言哈，譬如讲泰雅族的，哦，你讲乌来的泰雅族的，你拢要个也讲，伊甲你写生番。所以咱拢讲番，佮有分青甲色的。那么你呢？像阮南部吼，比如我道卡斯，我迄个唔是道卡斯哈，马卡道哈，胡个道卡斯跟马卡道都胡个乱。马卡道族哈，我马卡道族的语言嘛袂记啊，袂晓呀。干那剩我只咪当讲闽南语，好，我只来讲闽南语。伊会搞写啥？写福，因福迄个。福建呢，南部的语言叫做闽南语嘛，哈，所以也搞些。啊，我唔是福建来哦，我是土生土长，我祖先本来拢只，只是我呢马卡道的语言袂晓呀，忘记了，哈，失传了。所以伊搞写讲，我纯粹要讲闽南语，但是因为我住伫平地，所以我嘛是算属熟番之一，但是伊搞写迄个福，即嘛就是内底。你莫看到福，你就叫讲啊！你的祖先福建来，唔是啦，是你不要讲你家的主语，干那剩下当讲福建的闽南话，伊家的写福。问题就是，这就是咱的密码，你到底是对一族的？那么你今麦要找讲你对一族，你可能爱问你呢阿公的阿公，还是太祖？哦，啊，直接问你阿妈的阿妈，祖妈。哦，欸，我们女孩子敢那比查甫较有勇气嘞。你别看人女孩子穿迄个后壁写“林祖妈台湾人”，有无？我连讲，台生，刚好了，图片写女孩子后壁穿“林祖妈台湾人”，哪有？等下秀一下看者。我第二个要甲这个图片找出来，我袂记。但是我唔捌听到讲。查甫的穿讲恁祖公台湾人，唔捌，甲真了唔捌。好，敢那查甫真得靠勇气。好，过来，咱来看，这今年二月二五，《自由时报》的电子报，哦，被要求撤销户籍住址熟，哦，台南市政府咧骂内政部，管了伤济啊吧？啊，这你两读哦。中华民国马政府透过课纲消灭平埔族历史，现在居然连户籍誊本上不具法律效果的熟住籍也要求地方政府撤销，理由是日治时期的熟案并非法定原住民族，哦，台南市政府市内这部分管太多，哦，他们台南的都西拉雅族比较多，哦，西拉雅族他们现在在向中华民国内政部要求要恢复因是属于原住民族，但是好，这作太大作嘞，中华民国唔敢答应，知影因是，但是你若答应了吼，因为原住民族的预算要分落遐个高沙原住民族就遮尔，哦，你像佮几百万要几百分遮吼，即卖高沙加加嘞，差不多六十万尔嘞，啊，你来一届就百几万人的两倍，哦，你本来我会当领一万嘞，即卖剩领三千，当然不会。台生有没有找到？那我给他秀一下看看。他被吹掉。好，啊，其实西拉雅族因嘛有一个新港文书，就是用罗马拼音，把西拉雅族的音用罗马拼音拼出来。所以荷兰人要跟西拉雅族签契约，一边写荷兰文，一边是用罗马拼音的西拉雅的文字，哈，叫做新港文书，哈。好，啊，这过来讲，熟番意指平埔族了，哈。啊，这作为个人的自我认同，台南市已经因的市议会有通过，因是西拉雅族的原住民，哈。
啊，即马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咧响应吼，要证明的对吧？哈 ，OK， 好，有了吗？好，秀一下。好，无咱继续了哈。好，那么中华民国军政府，伊伫咧台湾用对立角度甲咱台湾人起个大地。来，咱来看，第一，就是屠杀精英，利用1947年日历八事件，有计划甲台湾人的精英拢杀掉。迄阵蒋经国是情报的头子。伊属性的派伊个工作人员，伫各地方调查各地方个士绅、逃人个名册，所以利用二十八事件发生了，甲遮个人拢掠去杀掉，哦，啊，迄度杀差不多30,000人个精英，即种医师啦、律师哦、士绅、地方个高人，因为你若要领导抗暴，就是爱有遮个领导个人才，遮个精英。把这些精英杀掉，好，过来。啊，这精英这30,000人，是日本政府伫咧台湾50年甲训练出来的精英，足可惜。这足侪拢将来咱发明新的高科技的物件的人，啊，又杀掉，吼。啊，有诶，当写足好的论述的，拢又杀掉。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迄阵台湾。物资足丰富的吼，台湾现在是鱼米之乡。日本摕到台湾了，伊才有资格、靠迄个能力去发动太平洋战争，把咱台湾作为南京的基地。啥物原因？就是台湾咱的作物一年三收，吼，两开是稻米，到寒天吼，即阵就拢杂粮，吼，大豆、玉米。韩籍之类的，好，那就是安怎？咱的经济民生也要腐败，金融也要腐败，就是因来了，中国人了，嚯，发现台湾真正宝岛，歪到即马69年，台湾还袂许歪倒去，你看有好无？真正是宝岛，69年，互因安尼乌白乌乌白沙乌白铁安尼，啊，迄当时台湾本来无欠粮食，但是伊发现讲。哦，台湾大行屋，伊开始印纸、印钱啊，一直印钱甲你换。哦，你有麦克风，即个100块，哦，印100块甲你换。哦，你有保温杯，印一50块，印50块甲你换，拢用纸甲你换。大行要换了了，我甲台湾人内底储一堆的钱，拢纸。啊，因即马甲咱换的米粮啊，拢送登去中国遐倒卖。迄阵中国咧国共内战吼，足欠粮食的，所以米运去遐，哦，足好价，乌市的足好价，哦，按一部分是，甲咱抢咱遮台湾的粮食去啊咧支援因的国军国共内战，所以说台湾无米通去食，哦，包括战后，我做囡仔迄阵，哦，我要食白米足困难的，韩籍我食足济，韩籍签嘛食足济。啊，早期韩籍佫无啥物农药会当控制迄个糖吼，所以呾迄个糖整个拢臭一个，人讲臭香的韩籍吼。那么伫迄个情形下，我若要食白米，爱等阮阿姨吼，阮外公伊迄边遐，阮妈妈迄边亲戚有来相催，阮妈妈较有可能讲煮白米，啊白米迄个顶悬较好看。亲戚朋友看较好看，啊，所以啊，拢来等遐亲戚食了，较轮到阮，哇，到阮伊个下骹拢含纸签，啊，是个有一挂米粒啊，掉伫个顶边啊吼，哦，崩开，吼，遐白米特别香，迄个香的滋味，我加进了做怀念吼，我做爱食迄个饭皮，小我炒个大个无，吼，迄有够香，啊，4-5年前我。有去农改场摕到迄个新的品种番薯，我种了有生吼。啊，我即马煮饭，我甲阮爸讲，
我煮番薯饭给你吃好吗？我把水变面，不，见老吃太济呀。我把吃到安尼要惊着，遐久啊，安尼五六十天伊嘛要惊着。啊，但是我都有种，我都煮的时候，我都头乌两三地，啊，盖伫个饭内底，咪食，哎呦，哦，即马番薯真好食，哦，伊唔知影讲改良甲真好食。即马万一脚踏车起来，你话农场讲，啊，你番薯田伫底，啊，无嘛加一寡我来种，即马万一要种，伊要食。啊，这个金融，伊安怎甲咱搞法？到尾啊，伊知影咱人钱足多啊，开始用1949年6月15日，用咱旧的40000块的台票换一块，捌听过无？40000换1块，就是这个吼。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有无？这北港龙华吼。那么你甲想？伊这是用行政命令，伊无法律的依据哦，用命令的哈、哦。那么咱买单为只看出讲，现在你若有台湾甲澎湖的主权，那么你要大家改变币制，你哪会用新台币？你哪会无用中华币？因为你看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哦，日本有日元。啊！你中华民国，你要有中华币啊！啊！你要改币制，你才无用中华币来40000换1块中华币，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当发行在台湾发行中华币啊！有只就看会出讲，伊无台湾的主权，伊敢若暂时去予美国委托伊来甲咱管理的这个管辖治理权哈、地上权的对吧？哈，好 ，OK， 过来。大地主甲变作小地主，好，大地主伊利用啦，3/7减租，耕者有其田哇，甲大地主变作小地主。啊，你甲想，你若要抗暴，第一要有人才，人才抬掉呀；第二要有钱，才40000换1块。你若有40000000的好业人，40000换1块，你存1000块，1000块即嘛一工开了就无呀，哦，大地主。发水地方，地方发水会跟动，但是变小地主，伊家己都完了变散家去啊，无法度。你即马讲要民进党也好啦吼，立军咧讲就要来抗议马英九，要来凯丹格兰大道抗议，你还出游览车，吼、哦，啊你还搁人出便当钱，还是请人食饭？无即马就袂惊，你讲要叫伊出钱，搁出力伊无啊？上好拢免出钱，我一个人来安尼。安尼看袂无？我顶日讲，诶，民进党敢那是国民党的泄压法，啥物原因？咱是毋是讲，那卖叫像即阵嘛，做甲安尼吼，尤其即摆即个地沟油事件，即摆大家搁咧气甲、冤甲，规巴肚火对吧？啊，那大家冤甲都要崩伊啊！民进党了，我来，大家来凯达格兰大道中路头前来抗议。来呀，发泄！啊，即马招招去，有辆车请了坐，伊啊骂骂叫叫嘞，发泄一下，你个恶作，骂骂好好。啊，虽然个有辆车个坐等啊，个等个虽然属人工、属人工商可以做工，嘛只爱个纳税金，个国民党开。啊，大家拢搞这样台北一日游，对吧？啊，就进行2008年。十月份陈玲玲来，我嘛去参悟。啊，阮透早就爱去屏东遐坐一辆车过来，来到遮，哦，参加伊2点的开始游行，啊，来到凯达格兰大道5点外，啊，阮拢无都听到上后壁压轴的精彩，因为阮若差不多5点外安尼准备要转去啊。啊，无转去到，你若讲听甲结束，搁转去拢3点30分，啊，所以阮。啊！迄间好人太济咧，高速公路塞车。啊，阮伫桃园个即个民间的休息站有停到，啊，阮迟到，去阮个岛啥人咧食？啊，你知影迄阵去抗议，大部分拢是年纪较大。那像我这50-60岁算少年个，剩个拢60-70岁、70-80岁拢头毛白白色色个。啊，阮个岛啥用食物？啊，我应该小姐反映，
啊，我的桌子里要用什么呢？啊，那个可能新来的服务小姐，伊探头看，看下，哦，啊，伊桌搁吃无偌久啊啦，恁搁等一下。我甲讲遐白头毛讲，迄个食无偌久啊，迄个食无偌久啊。哦，阮听着歹势，阮迄米，阮迄米个条后壁等红精，讲啥物个食无偌久啊？哦，啊有影，大概伊抗议啊，妹妹看有效果无效，伊啊发泄，伊啊规台湾安尼几啊十万起万人起，加加个开个几亿个呢？无趁钱，无做工趁钱，搁了时间吼。好，啊，所以你看，无人，无人才领导，无钱，免哪去？你即摆若无游览车，请便当村啊，便无人要去抗议啊，吼。所以你甲看，即个地沟油事件遮严重，民进党无法度发动要去抗议，好无？无度，已经大家拢无钱啊，哈，六个六地拢两零破呀，吼。过来，换白色恐怖，二八台调的这些，村的这些人才，你若讲话讲唔对，就来，来关，好，好吧。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域名教育，敌性反转，就是讲，咱拄啊建楼，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咱就投降，我那真欢乐，好吧？啊，什么占领军啊来，咱包惨的，所以拢作秘手的。中国人做啊做宣传哈，用新战团咯，甲咱讲，来，台湾澎湖的亲爱的台湾澎湖同胞们，你们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哦，回归祖国，啊，咱回来咱的祖国，我咱变战胜国，咱本来做美洲的战败国，哦，回归祖国是变战胜国，大家拢嘛徛过来这边，上要搁做战败国，做这人得安尼，敌性反转了吧？咱本来是日本军咧，跟中国军咧修建的。啊，咱建书伊即马来，甲咱讲回，咱台湾人回归祖国啊，好啊。啊，咱的新闻就错乱去啊，哦。啊，这就是一个裕民教育，正因咧通奸哈、哦、宣传成功，好、哦。过来用假民主选举，好吧？这根本是无公平的选举，哦。全世界都啊，台湾有咧。像咱台湾咧买票买到遮严重啊！你讲伫美国，美国人伊对伊个家己个身份地位、伊个人格足注重个。我是一个人，我个人格是袂使互收买个。但是台湾清清菜菜，早期哦，差不多四五十年前，一包粉、一包味素，啊是一包沙布粉、洗衫粉，啊都互买啊，那也遮无人格。所以这民主选举是假，吼，因为呐，起跑点无同，吼，咱台湾人敢那伫个起跑点，按中国人伫五十公尺以前咧走一百公尺，咱爱先让伊五十公尺，因为所谓军警勤特，公告人员拢因掌控的，吼，啊，伊甲咱买票，即马尤其即马黑白挂钩，啊，伊甲你买票，佮压新闻去咧恐吓。拢一组人，一个送钱，送了你妈你个收个体啊！另外迄个穿乌衫，然后你看，啊，关公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妈祖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啊，你暗时啊，你困你就烦恼啊！嗯，若无投予伊，啊妈祖会甲处罚袂吼？若无投，到时妈祖受气，讲我刚答应啊，还无投出来啊？那甲我创我。吃東西吃壞肚子漏塞所以所有的媒體電視報紙都由中國國民黨控制著那些主管都是中國人台灣人都做記者都要出去外面透風爐發生什麼事件他要出去找新聞採訪回來的影片或是下的稿爱上予中国人的主管，伊坐到内底找恁去看，这条报咧影响国民党的声誉，这天热半热人，哦啊，这个报了，哦啊，这民进党出锤，哦，这个报较大片的，
所以台湾人拢会，那你若看《中国时报》《联合报》的吼，你一定要洗脑。你每天开十块买伊个报纸来洗你个脑，放毒袋内底，这足袂好个。所以《中国时报》甲《联合报》卖看，吼，迄拢报台湾歹个较济啦，吼，报咱台湾人歹。所以报纸伊安尼甲咱黑白单颠倒咧，甲咱讲个是整个历史事件的解释权拢伫伊个手里。台湾人看了拢是看了假象，唔是看了真相，所以你投票你绝对会投唔对的，拢是台湾国民党较济吼。好，过来咱来看荷兰时代为外国引进足多好的品种入来台湾，吼，诶，番石榴，吼，过来番茄，外国入来拢加一个番，你有感觉无？番仔姜，台湾姜是伫土地，啊，生伫空中诶，叫做番仔姜。啊，过来，番仔咧食籽，叫做番籽、番薯。啊，这番麦、玉蜀黍、番麦，好吧？啊，搁有番仔花，好、啊，对不对？拢通番哈，对不？啊，过来。荷兰人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土，对不？荷兰人头毛红红，啊，因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土，就是水泥啊，水泥啦、啊。我刚才唔知啥物叫做红毛土呢？是，这几年才知影哦，原来红毛土是荷兰人迄阵就引入来啊。哦，你看偌早，三百几年前，吼、哦。阮真有一个人头毛，伊原来跟我共辈，细汉人就拢叫伊叫阿蒙国个，因为头毛红红。啊，伊就是有一套着荷兰人个基因个后代，隔代遗传表现出来，吼、哦。好，啊，你看，你主要看外来拢加一个番，吼、哦，外来的。啊，我即摆咧讲，来看这个蚵啊，就是蚵啊，叫蚵头，吼、哦。哎呀，咱今仔台湾人搞不足多人搞不清楚蚵仔番薯呢。咱去做兵有无？咱拢讲遐老士官长，吼、哦，讲老蚵仔。嘿，啊，咱家己讲咱叫做番薯啊。倒兵啦，蚵仔是在地，无人咧讲番蚵嘛。所以，因中国遐老兵爱叫做因叫做番薯，番薯啊。你若迄闽南语若看无音，就是看你较无气个。哎、欸、对，好，彭总等下讲。咱若讲车，较大只叫车；，啊，若较细只变车，较大车，有无？啊，咱家己拢讲，咱就叫做番薯啊，番薯啊。唔对啦，咱是蚵仔啦，吼、哦，咱在地嘛，咱唔是外来的。咱自古早，咱的祖先，咱是遮原住民啊，哦，咱是蚵啊，啊，咱台咧叫迄战后吼，到咱来台湾遮老兵叫做老蚵啊，唔是，因号做新番薯啊，咱叫做老蚵，安尼对无？要搞清楚啊，真正，咱拢讲搞不清楚蚵番薯，真正就是安尼，吼、哦，咱是蚵啊，因号做，咱是蚵啦。唔，蚵仔较细条啦，蚵仔较大条啦。好啦，安尼知影啦吼。无，咱较早拢讲讲老蚵仔有无？吼，诶，唔对啦。因遐中国遐老兵啊，新番薯啊，吼。好，来，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好，咱来检讨看卖。咱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有无？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错把中华民国当五国。就作者人讲，这是在台湾的最大公约数，卖又便宜吼，无影无一只啊！啊，真侪朋友拢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哪一款朋友拄着我，拢个个来甲讲，嘿呐，你嘛是人，嘛是狗啊！啊，讲你是人嘛是狗，我有些拢个小见长。
咱以陈云林2008年来台湾来那看哈，迄、那个马英九下令叫建设，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因路袂使有中华民国旗啊出现，哦，所以派建设去遐咧搜查，然后看到拢甲没收，有诶甲抢入来，啊有诶压落当甲当本子啦，啊咱日军诶台湾人讲讲，竟然摕中华民国旗在咧顶，在咧捍卫中华民国。应该中国人都不爱安尼，拢咧收，拢咧当本子人，安尼台湾人去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安尼咱是毋是向西闹西个大家叛？哦，等到伫台北市五千旗伫遐咧飘吼，马英九阁叫中华民国的警察爱甲保护，惊日军的迄个五千旗抢来甲搞破，还是甲放火烧？诶，这因老大，哦，迄个胡锦涛的旗啊！伊个机啊呢，那会使对无礼貌吼，所以为只看，咱台湾人真正用洗脑，人无爱啊吼，人因即马咧维护五星旗，国民党个迄个车轮牌、车轮旗要单调吼。过来，咱来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吼，对不对？伦敦市个伦敦奥运会，因本来伦敦市有挂着中华民国旗个只，啊，强啊抗议，啊，你太无用奥运模式。五环旗，你睇下搞挂中华民国车轮旗，伦敦奥运怎理亏？哦，无叫奥运模式，哦，关于个修改，台湾人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这真正有够戆，哦，过来，三太子哦，讲咧爱台湾，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旗啊，讲向前冲，这个戆台湾人，这少年咧，咧爱台湾。啊，结果爱是中华民国，吼、哦，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吼、哦，这个爱你爱记，吼、哦，所以这就是咱拢往洗脑去，吼、哦，足可惜的。好，啊，咱安尼连续咧讲三年外，哦，所以今年6月25，国台办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访台，哎，即届都拢无看到车轮旗嘛，无五千旗，吼、哦，表示咱咧讲有效。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咱来探讨一下哈。1999年的5月7号，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台湾前途国际文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你记李登辉捌讲一句话，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好吧？为这句话，你当看了讲，流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而是在别的所在。中华民国政府本来在重庆，现在走来在台湾，流亡来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流亡的痕迹。但是你看在这，为了要选赢2000年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阿扁那时候做候选人，为着要求中间选民，哦，讲中间选民，啊，这中间选民要讲个清楚，啊，无变中间选民，吼，哦。啊，所以伊用台湾前途节目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安尼拄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哇。本来你若要卖台湾，你嘛卖一个较好个价钱。结果连买都无买，直接用上嘞。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名为中华民国，对吧？果然，2011年十月七八，蔡英文迄阵代表中华民国，嘛代表中华民国民进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总统。伊伫迄个劳工公园，高雄市的劳工公园演讲是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府，是台湾政府。啊，这同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嘛是用送的，对不？连卖都没有卖。哦，你若讲用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大家来分，嘛要通啊开一个期末值，结果白用送的，吼、哦，所以这足严重。啊，你甲想，做甲董主席，吼、哦，这两个拢陈水扁也好。蔡英文拢做过党主席，是民进党上关键的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何况讲咱台湾人，
所以咱台湾人会讲啊，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就是安尼，搞不清楚啊。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嘛，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嘛，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简称中国，啊，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所以嗯，看个丢呢，咱台湾人丢呢，啊，都会啊。那么请问，那台湾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请问咱的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美国独立、独立开国纪念日，好吧？七月七日。啊，那么台湾爱算对一天？无啊。过来，那么台湾爱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若讲要独立？你一定是有念在一个母体内底嘛？哦，都像囡仔，咱怀孕，咱伫母体内底，咱若生出来了，在家当，咱变独立的一个人。啊，你的母体伫底？你的母国对一个，是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还是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还是美国，还是日本？你要搞清楚嘛？刚才你讲台湾要独立，不？伊即马讲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都独立吧？啊，即马要搁你画台独，啊，奇怪！你已经方生出来啊？哦，你既然讲你是独立的国家嘛，你已经生出来，在啊家当啊，啊，你今要搁你讲我要为阮老母的巴肚倒出来，要搁你啊画呢？哦，所以这逻辑未通。那么，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哈。国共内战哈，哦，迄阵国民党的文宣哈，我来讲啊，足好听。国共内战到尾啊，都国民党军拢从拍到安尼溃散哦，照干来飞嘞。但是，一建书撤退，伊嘛讲到干那建赢哩啦。伊撤退哦，伊不爱讲撤退，伊讲。我军转进，转个方向前进，撤退自己往后走啊嘛，转个方向撤退吧。伊唔是，伊讲我军转进神速，哦，照做紧嘞，一日千里，哦，听起来足牛的，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有牛无？咱再个来读啊，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听起来更像伊足牛，更像伊拍赢啊。其实是建书在撤退嘛，啊，所以那用闽南语讲，是怕输招赢。但是因的宣传媒体，因的迄个中央党报吼，报个敢那赢吼，另外又做个算的，啊，比如讲，那像驰马伤人，干马驰伤人，这都差多济啊。驰马伤人爱抓去关，啊，那马驰伤人的免关。你看，驰马就是讲你骑马，啊，关一只马去弄着人，安尼你也抓去关。啊，那马驰，哎，马啊，甲你走去弄人诶，跟我无关诶，吼，马驰，哦，这就是文字游戏之一啦，吼。过来，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个名号伫媒体上来运用，那好康诶，吼，就拢中华民国。啊，那歹讲啊，就用台湾。你注意看，中华民国因的报纸，哦，尤其联合还是《中国时报》。那中华民国他们对一个小朋友国家建交，就是、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建交。啊，那断交呢？台湾与某某国断交。你注意个看，拢会用这部，好。好，过来，咱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咧，哈。咱。讲外省人，啊，这句唔对，啊，咱要怎改？外国人，嗯，掉一挂啦吼，唔是啦，台湾改好分啦，台湾两种人俩，一个本土台湾人，就是咱土生土长，就是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1945年八月十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咱的四大人。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哈，到咱这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因为日本天皇全部投降迄天，外国军队、外国人拢还袂入来，好，所以为伊讲
来讲拢计准哈。啊，剩的呢？剩的叫做外国人。啊，外国人包括这个中国人，因为台湾无外省人。你若讲有外省人，啊，咱变作本省人，啊，咱怎变中国的一省，对不？你若讲伊外省的，啊，咱就是本省的，啊，咱变台湾省就是中国的一省，这都唔对啊。哦，伊是中国人哈。过来，咱定咧讲专省，你听电台、收音机咧讲，哎，专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省的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啊，这句唔对嘛。咱毋是中国的一省啊，咱来讲专省，要安怎改？中国都包括日本四大岛，佮包括琉球去啊，哈，全台湾对啦，嘿啦，有人讲对啊。咱袂使讲全国，因为台湾嘛毋是国家，哈，所以讲全台湾就对啊，哈。来，我咱拢讲大陆啊，你若甲你外国的朋友，哈，伊也讲啊，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啊即。五个人就头壳真了咧，啊！你是要去对了佚佗啊？因为呐，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有无？非洲大陆，搁有欧洲大陆，搁有一个亚洲大陆，拄啊六个。啊，你敢若讲大陆佚佗啊？是要去这六个对一个？搞不清楚哈。所以变哪改？哎，对。你就讲中国，安尼大家足清楚哦。你是去中国佚佗，足清楚的嘛。你若跟人讲大陆，伊搞不清楚。来，青岛、大清统治台湾212栋，有够笨手，无才调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阮屏东。哦，中老大条溪流就断在里啊。日本政府来台湾11栋，就为家人开去到屏东啊，开一条路。拄啊，西丽大桥，还佫便桥，啊，迄大桥咧做桥墩，吼。啊，这唔对边啊改，台湾岛。台湾还不是国家，所以没有国道。来，我来讲较紧。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冇人讲纵贯线，哇，纵贯线也会使，啊，但是一般拢讲台一线，好、哦。那么，比如讲你咧伫这台一线顶面咧开车吼、哦，你唔是加焦油，你加水就会走，安尼你若要讲省都可以。我迄时阵还读国小，迄阵有日本进口的奥多麦，伊毋是气能式的，伊是水能式，所以爱加水箱爱加水。啊，我就毋知影，讲哎呦，我问阮迄大哥讲，哦，大哥啊，你这加水会走？吓啊，阮这食水的，又骗你吼，迄阵还毋知。拄像咱即卖车的拢水箱爱加水嘛哈。来，偷渡客毋对，安怎讲？你若要去人个国家，爱像早期，你若要去美国，爱去美国在台小个申请签证，摕迄个签证，好无？摕了迄个签证，啊，你甲包括摕护照去到美国海关，伊验哎哦，你有签证，佮有护照，好，安尼会当互你通关，这是合法个程序。偷渡，迄阵20几年前台湾钱用卡目。中国福建，伫个长乐县哦，外海有一个上大个福建上大一个外岛，叫做平潭岛。足侪福建遐个男男女女拢为遐坐渔船啊，偷渡为新竹个南寮渔港啦，还是屏东个哪边东港、枋寮遐偷渡起来啊，掠着，报纸就报讲哦，我们又抓到多少偷渡客。还送去什么禁炉啊？现在伊也讲偷渡客，
就是遐警察首长暗巡的，海巡的这個首长，大部分拢是中国籍的，拢都一般咱咧讲所谓外省的。台湾人拢做副官呢，做副的。啊，因抓着讲，哦，啊，这咱故乡遐来的人客，抓着故乡来的人客，偷渡的人客，所以因的心态是安尼，甲当作人客。啊，如果偷渡，因为今日这样偷渡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嘛，就是偷渡犯啊。你若讲偷渡客，偷渡来这样用客来这个逻辑来讲会准哈。安尼吼，前几工啊，甚至有一个小偷，伫厝内去有一个海军陆战队退伍的，伊拄着无，等于到厝发现讲，有贼来领导，叫讲伊爱甲讲，爱甲拍招呼，哦，小偷客你好，哦，啊你来阮家做客呢吼，啊冰箱有凉的，你有家己摕开食无？毋免安尼呀，偷渡客，啊是小偷客啊。啊！现在伊要甲缩个死，这伫美国足严重个呢。哦，你小偷，尤其你若有武器吼，伫美国只要你入侵，你无经过我同意，美国有一个美国叫做城堡法，阮家就是一个城堡，你无我同意，你袂使入侵。就敢若咱一个国家，咱有领海领空，你侵入我领海，侵入我领空，我着飞弹要甲你射落来。一个因家己厝一个城堡法，你无主人的同意，你袂使入侵。哦，你若入侵，有人用枪拍你。美国人真侪人拢有合法用枪的权利嘞。哦，只要你有一申请，哦，你若资格合法，你可以拥有枪支。哦，所以你袂使乌白去人兜。来，个侪人讲，哇，啊，今年是民国几年？啊，这要哪改？因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无这个民国啊嘛。是言对，哎，了解，这真好。啊，那你那所谓中华民国五十年出生，要甲换算，足简单，你甲加十一，1961年，就是你五十年出生的人，好，你甲加十一就对了，哈。像即嘛，民国讲103年，你甲加十一。2014年就是啊，好，好，台湾总统陈水扁，哇，超过一分钟啊，我明仔载咱再继续讲，好，无我下午上到这，明仔载咱再继续，多谢各位，谢。